好，弟兄姊妹们，晚安。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国度祷告聚会。我们一开始来唱这首新的诗歌哈。好，我先跟我姊妹唱一次，然后我们熟悉一下调子，然后我们再连着唱两次。我爱你，哦，即使无人匹敌你。我爱你，哦，万夫难敌你的你。我以唱最美爱情滋味，我心荣归于你。是我至宝，我生命，爱主是我和歌，我灵魂，是我的享受无尽。因你美梦成真，我歌中的歌为你歌唱，我爱中的爱为你而献，我始终是你是题目，我们相属。相属，我爱你，哦，即使无人匹敌你。我爱你，哦，万夫难敌你的你。我以唱最美爱情滋味。我心荣归于你，爱主是我至宝，我生命，爱主是我歌，我灵魂，是我的享受无尽。因你美梦成真，我歌中的歌为你歌唱，我爱中的爱为你而献，我始终是你是题目。我们相属，我们相属，我爱你，哦，即使无人匹敌你，我爱你，哦，万夫难敌你的你。我以唱最美爱情滋味，我心荣归于你，爱主是我至宝，我生命，爱主是我歌，我灵魂。是我的享受无尽，因你美梦成真，我歌中的歌为你歌唱，我爱中的爱为你而献。
我是忠实，你是题目。我们相守。相处。好，我们下面用一两分钟来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来进入后面教导的时间。啊，我们可以默想一下这首诗歌。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把上次那个以西结书后面部分，还有教完，然后还有这个开始教导以但以理书哈第一讲，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跟但以理书有点关联性的诗歌哈，这我们以前有唱过一两次哈。主，你是伸手高者，你是万王之王，再次匍匐并敬拜，向你高声颂扬，你的国度无穷尽，你的宝座坚定，你的治理和公平，荣耀无可抗衡。在那西坛圣山上，神已将你立定，并将列国赐给你，做你基业永恒。他已将他的权柄完全委托于你，列国都服你。不是黑暗上在掌权，任由千万的军中向你忠贞颂赞，他扬着汗到南。黎明向你歌唱，敬拜爱戴，
是奉你做我救主君王，等到预定的日子，你要隆重降临。地和其上的列国都要向你归顺，满了光辉和威严，你要被尊为王和主。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先请我姊妹带我们祷告。好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神啊，你是万王之王，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的荣耀彰显。今天的聚会当中，求你的圣灵浇灌下来，在每一个人当中，让我们都能够渴慕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渴慕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求你的圣灵来高抹庄牧师，让他能够说出神的话语，让他在教导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求你来透过他来讲出这些神的旨意，来讲出圣经中的真理这些属灵的教训，让我们听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求你的。同在，让我们都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你就在这里，在我们当中，你就是我们的王。我们求你来，求你来保守我们所有的器材，还有我们的录制直播都能够正常的运作，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都能够满心欢喜的来朝见神，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与女内姊妹同在，让她在后半段带领祷告的时候，就能够是圣灵充满的，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祷告的负担，让我们都能够来同心的一起来祷告，求你的旨意成就。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是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次的聚集来思想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中宝贵的教训，对吧？求你通过孩子这虚空的器皿使圣灵做孩子的智慧、口才和能力，来解明这些圣经中宝贵的属灵教训，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求主。掌权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丰富的同在，也捆绑一些仇敌的搅扰，使我们都能够专心的来讲和专心的来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们，上一周呢，上一次我们以西结书讲到39章，所以我们后面还有9章哈。我们就从40章看起哈。那这个40章到48章呢，就是讲到这个千禧年时候的事迹哈。在40章呢，一开始哈，我们假如有圣经的话，请把圣经打开哈，对照着圣经来看哈，来听讲会比较。清楚哈，也可以比较有加深印象。那我们来看这个40章哈，这边第一节他说我们被掳掠第25年哈，
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第14年哈，那这个神的灵就降在以西结的身上哈，把他带到这个以色列地。那在神的意象中呢，他就被安置在这个以色列第一个至高的山上哈，在山上的南边呢，他就看见有仿佛一座城哈被建立。那么神就要他把所看见的哈都告诉以色列家。那这边开始呢，他就看见呢哈第5节，在这个城里面有圣殿哈，圣殿的四围有墙哈，而有一个人呢拿着这个量度的杆哈，这个杆呢长是6肘。每肘是1肘零1掌，所以这个可能相当于将近有50公分啊这么长。然后他就开始看见呢，这个人呢在量度这个整个圣殿哈，先是他看见在这个外院，从外院开始哈，先从外院的这个东门哈。就量这个东门，看见这个东门的样式跟它的尺度啊。然后从20节开始呢，他就看见这个外院的这个北门哈的样式跟尺度啊。然后24节开始就看见这个外院的南门的样式跟尺度啊。然后32节开始呢，他看见内院啊，inner court 内院的东门的样式跟尺度。35节开始，他看见这个内院啊的北门的样式跟尺度，然后到了这个38节哈，到43节这一段，他就看见哈有这个宰祭牲哈的这个桌子哈，看41节他说他看见有4张桌子哈，那边有4张桌子，共有8张哈。在其上祭司宰杀这个牺牲哈，然后到44节这一段，他就看见呢，有这个歌唱的人的房子哈的屋子，然后也有看见呢，有这个看守殿宇的祭司哈，他们所住的这个屋子哈，那到了这个41章哈，他就看见了这个圣殿哈的那个尺度。你看这个41章的第2节后面哈，他说他量殿长有40肘，宽20肘，这个指的这个圣所的部分哈。然后第4节他量内殿哈，就是至圣所的部分是长20肘，宽20肘哈。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所以这个跟这个旧约的时候那个会幕哈的这个长度是一样的啊。好，然后我们看到第5节开始，他看到这个圣殿旁边的这个房屋哈，房屋的样式跟尺度啊。然后42章哈，他就看见这个圣屋的这个样式跟尺度，那什么是圣屋呢？哈，在这个13节的后面，他就有讲哈，他说这些都是圣物哈，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哈，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哈，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哈，所以这个圣屋啊，就是做这方面的用途啊，吃至圣的物，还有放至圣的物。然后14节他说，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哈，不可直到外院哈，他也要在这个圣屋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因为圣衣要穿上，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所以这个圣屋就是在内院的部分，
你知道这个整个圣殿就是有这个至圣所，然后圣所，然后外面有那个内院啊，内院里面有那个祭坛啊、洗濯棚这些东西，然后到了再出了内院之后就是外院啊，外院就是属于这个以色列民聚集的地方，但是那个内院。圣所跟至圣所就是祭司利未人他们侍奉的地方。然后15节这一段，他就看到这个，他说他量完了内殿哈，就带我出朝东的门啊，量这个院的四围啊。所以这个院应该是指着内院说的，这量这个内院的四围，然后。后面你看20节的后面哈，他说为要分别圣地与属地哈，所以所谓圣地呢，就是指着这个圣所、至圣所啊，内院这个部分叫做圣地哈，然后在外面就是外院的部分，就是称为属地了哈。那这个内院它就是有各有长宽哈，500肘哈。好，然后43章呢？这个以西结他就被带到了哈一座门哈，就是朝东的门，他就看见以色列神的荣光哈从东而来哈，而且听见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哈，地就因啊神的荣耀而发光。然后第5节他说灵就将他举起啊，带他进入这个内院，inner court 哈。然后他听见呢，有一位从殿中对他说呢，他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哈，是我脚掌所踏之地哈，我要在这里住啊，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然后到11点，神又对他说呢：“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哈，这是以色列民的一切事惭愧呢，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都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那后面呢？15节、13节这一段哈，他就讲到这个祭坛的尺度哈，这个祭坛是非常的大哈，你看这个15节哈，讲它的高4肘哈，就将近2公尺。然后16节讲到它的长有12肘，宽也12肘哈，就将近6公尺见方哈。所以一个6公尺见方，长宽都是6公尺，然后是这个高有2公尺，是很大的一个祭坛哈，很大的一个祭坛，可以容纳非常多的祭牲哈。然后18节开始这一段，他就讲到这个献祭的礼仪哈。然后44章呢，很特别的哈，这个第2节他说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关闭哈，不可敞开，指这个东门哈。他说也不可以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所以现在这个圣殿的东门哈。他们也是关闭，这很特别。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9节，哈，这边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哈，以色列中的这个外邦人，哈，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哈，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哈。所以呢，这个外邦人，哈。就是没有身心未受割礼是不可以进入这个所谓圣地哈，就是圣殿里面哈。所以我们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呢，就后面20几章的时候呢，保罗这个带着几个人进入圣殿的时候，就有一些犹太人起来攻击哈，说他带着外邦人哈进了圣殿，所以按他们的规矩是外邦人哈，没有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入圣殿啊，就内院啊的部分。好，然后我们看到
第十节他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哈，有立位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但是15节他说呢：“当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立位人撒都的子孙啊，仍看守我的圣所，所以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所以有走迷、远离神的这些地位的，也有这个人看守圣所的这个地位人啊，撒都的子孙。然后17节这一段哈，他就为祭司定了一些律例啊，他就是说，祭司当他们进内院哈，他必须穿细麻衣。在内院的门和殿内公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的衣服。而且呢，再强调18节说，不可穿是身体出汗的衣服。而且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要脱下公职的衣服。我们前面有提到，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那后面还讲到很多的律例。比方说，这个22节，他说，他们不可娶寡妇跟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28节呢，就讲到祭司他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所以他说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所以祭司他们在以色列中就以耶和华为产业没有特别分给他们产业。45章呢？就讲到这个圣所它的这个的地业有多大你看第一节他说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公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将近有长是差不多12.5公里，宽差不多是10公里非常大的一块地，然后。在其中有圣所，就前面我们也提到第二节，他说圣所长500肘，宽500肘。然后第四节他说这一部分就是要归于供圣所执事的祭司，所以第一块地就是长25000肘，宽10000肘的，这一块地呢，首先是归给。圣所执事的这个祭司，就是亲近耶和华的，作为他们的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然后再来第五节又有一份也是长25000肘，宽10000肘的，这个是要归给谁呢？归给在殿中供职的立位人，作为20间房屋之业。所以。然后第三个部分第六节，他说也要分定属神的地业，宽5000肘，长25000肘，挨着那分圣公地，要归以色列全家。所以这个第三部分就是给这些以色列民在那边居住的。然后再来是归王之地业这第七节，他说：“归王之地要在圣宫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圣宫地，还有这个属城之地的两旁，就归给王。然后第九节开始就为王定一些例例这个第九节他说呢，以色列的王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然后呢，
17节就讲到这个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所以这是王要做的事。然后21节哈。好，正月14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守节7日，要吃无酵饼。哈，当日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众民预备一只公牛做赎罪祭。在逾越节的时候，王要献公牛为赎罪祭。然后46章就讲到这个君王献祭的条例。第1节到第8节，然后第9节开始讲到这个庶民献祭的条例，然后16节开始讲到这个王子哈，就是王的儿子哈，还有一些的臣仆哈，他们承受这个产业的一些的条例，特别强调哈，你看18节，他说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哈，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给赐给他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个人离开所承受的。所以这个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亚哈王哈，以色列的亚哈王就曾经想要那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哈，结果拿伯就说呢，我敬畏耶和华，我不可以。把我先人留下来的产业，哈，这个交给别人，这样，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哈。但是后来这个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就是用诡计，哈，夺了这个拿伯的产业。然后19节这一段就讲到祭司，哈，这个烹煮这个祭牲的地方，哈。在前面我们也有提到，然后47章哈，这个神就带这个以西结哈回到殿门，他看见殿的这个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然后呢，第3节，这个天使哈就手拿准绳往东去哈。他就量了1000肘，使以西结呢趟过水，水到踝子骨。那天使又量了1000肘呢，使以西结趟过水，水就到了这个膝。然后再量了1000肘呢，使以西结趟过水呢，水就到了腰。后来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哈，使以西结他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而不可趟的河，所以先是从水流是先是从这个踝子骨哈，然后再往上涨啊，就到了这个膝盖，再往上涨就到了腰，再往上涨就成了可以浮不可以趟的水，所以这个就预表到我们在圣灵中间啊，圣灵的水流中进深。也许一开始我们经历好像一点点的圣灵的水，好像到踝子骨，再晋升呢，好像到了膝哈，再晋升就到了腰，再晋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游泳在圣灵的水流之中那所以呢，圣灵在约翰福音也讲到说，神赐圣灵哈是没有限量的，你去读约翰福音这个。第四章哈，那边讲到神赐圣灵给他，原文是没有给他这两个字，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在圣灵中要不断的进升，因为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不要得着圣灵的充满，我们就知足了，圣灵就是神的自己哈。圣灵的值跟量都是无限，所以我们要在圣灵中继续的晋升，但是在量上也在值上面，直到我们整个人被圣灵哦
更深的尽头，把我们改变的完全的越来越像主自己。好，那第六节这一段就以西结他就看见这个刚才的看见的这个水从这个圣殿这个门槛下流出嘛，成了一条河。然后神的第七节哈，以西结回到河边的时候，他就见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然后这个天使对他说呢，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哈，原文没有"沿"字，但是应该是指的沿海。然后他说："死水变甜"，哈，这个原文作"死水得医治"。然后第九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这流出来的水，哈，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个变甜的跟前面一样是，就也得医治啊。然后这水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啊，其实这个就预表到这个生命水啊，生命河。那在启示录22章哈，第一到第二节就讲到，天使指示我，只是约翰在城内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然后讲，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哈。树上叶子乃为一枝冠冕。你看这边到了这个12节这里哈，他就讲，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也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所以这个就是预表到在新耶路撒冷啊，这个生命河在启示录22章啊，非常的类似的这样的描写。特别我们注意到哈，11节哈，他说呢，只是泥泞之地跟挖失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帝。其实原文应该是翻作，甚至泥泞之地跟挖失之处也得医治，不是不得治，也得医治，然后必产出炎。原文应该是这样翻的。好，然后我们看到13节这一段，就讲到以色列地的境界，然后21节这一段就讲到这个他们研究分地，特别他提到这个对这个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你看这个22节他说，你研究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哦，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你们就要在那里分给他地业。所以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个怜悯哈，就是寄居的外邦人啊，可以与以色列人啊同样得一些地业。就这是看见神的怜悯啊，所以我们今天对那些所谓的移民这些移工来台湾他的这还有移民我们都应该要善待这些移民，要看他们好像自己的人民一样给他们有这个生活的这种权利这个是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启示好，48章呢，就讲到这个各支派所得的地这是从第1节到这个第7节，
然后后面23到29节再讲其他的一些支派得的地。然后这个48章的第8节哈，这一段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哈，那一些圣地哈，还有这个城的地哈，这些再讲了一次。然后后面呢，15节这一段呢，也是在讲这个这个圣地哈。剩下的这些地哈，有就是除了给祭司跟立位人之外，还有一块地，我们前面讲长25000肘，然后宽5000肘的这一部分呢，他说呢，这个是在19节，他说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做工都要耕种这地啊，所以这些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城内做工的，他们就耕种这块地。然后21节这一段就讲到归给王的地。然后到30节最后一段他就讲到这个城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这个有一点类似新耶路撒冷城也是有这个很多门然后这边讲到，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然后这个南面，还有这个东面、西面都各有三门，是总共有12个门，这是写上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最后一句话，他就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个耶和华的所在。这原文就叫 Jehovah Shammah 就耶和华撒玛。这个耶和华撒玛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就 Jehovah is there 就耶和华在那里在这里在那里。所以中文翻作耶和华的所在就从此这城的名字必称为 Jehovah is there 耶和华撒玛。好，那我们就把以西结书就讲完了那我们开始来看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非常的丰富。我发现我教导旧约圣经到现在为止但以理书虽然只有12章，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我花的最多的时间去看去预备。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办法把但以理书讲完，可能只能够讲一部分那下一次我们再讲但以理书第2讲。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我们把圣经翻到但以理书那我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大纲但以理书简单的分段就是第1章到第6章讲到这个事迹然后第一章讲到这个个人的事迹然后第2章到第6章讲到这个巴比伦的一些事迹，然后第二大段就讲到预言就从第7章到12章，然后第一部分呢，预言外邦的历史是第7章跟第8章，历史的发展，预言外邦历史的发展，然后第二段呢，就预言跟以色列国相关的历史的发展，这是9章到12章，就简单的分段就是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来先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1章第1章第1节就讲到这个是但以理和他的这个一些朋友是什么时候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你看他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尼布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城，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
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所以，这个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但以理啊，跟他的这些朋友，三个朋友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这个时候是西元前606年，就是他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所以呢，你看这个，我们以前读耶利米书25章第一节他就讲到呢。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所以隔年约雅敬王的第四年的时候，就是巴比伦王的元年所以等一下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像第二章他就讲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那在位第二年就是什么时候呢？在位第二年就是这个但以理他们被掳的，但以理被掳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做王的前一年所以这样已经是他们被掳的第三年了，第三年。好，然后我们看见呢，第三节就是。王就吩咐太监长就是叫他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就是要他们是第一个要年少没有残疾那第二个相貌俊美第三个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那这个通达各样的学问这个。这个学问是应该是换作智慧通达各样的智慧，知识聪明具备。那要他们能够适宜在王宫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对，当然，但以他们来到这个巴比伦，他们还不懂得这个加勒底人的文字言语，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去学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言语。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圣经上讲年少不是像我们今天讲青少年这样子，讲年少其实都已经二三十岁了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但以理应该已经超过二十岁，超过二十岁。然后后面我们看到，当他来到尼布甲尼撒王的前面那种应答都非常的成熟，所以不像是一个青少年应该至少二十几岁。所以呢，王就说呢，第五节王就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要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次立。所以这边就有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然后第八节呢讲到但以理他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他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为什么会玷污自己因为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王用的膳、饮的酒都是在吃之前都先祭过偶像所以但以理知道呢，所以他不吃这些祭过偶像的东西，不让这个祭偶像之物玷污自己。所以他求太监长让他可以不吃这个王的膳和王饮的酒。所以神就是但以理在这个太监长眼前蒙恩蒙恩惠受怜悯。但是太监长就说：“那我害怕王万一他看你们的面貌比这个同样的这些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所以你会让我的头在这我。”往面前难保这样，所以但以理就跟他说：“那你是用素菜说你让我们吃这个素菜10天试试看，喝白开水，那看看我们的面貌如何，你就按你所看的决定所以这个委办就允准他，
试了10天，结果看到他们的面貌啊，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所以这个韦伴就撤去他们用的膳要饮的酒，给他们蔬菜吃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啊！神让他们吃蔬菜喝白开水，居然这个长得面貌更加的俊美肥胖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好，那我们就看十七节这个地方啊，就这四个少年人哈，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哈，学问原文做智慧哈，前面那个各样学问的是讲各样智慧，赐给他们聪明知识啊。这个文字哈，原文是 writing 哈，就是在 writing 就是写作啊，当然写作当然就要通文字嘛，所以他们学了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在写作上哈，还有这个各样的智慧上哈，神都给他们啊，这个聪明原文叫 insight 啊，神都。这个尼布甲尼撒哈，也就王的前一年，然后王的元年哈，王的第二年哈，所以尼布甲尼撒就带这个一些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他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那王跟他们谈论的时候，就发现丹尼跟他们三个朋友，他们的智慧聪明比这个巴比伦国所有的术士和用法术都胜过10倍，所以呢，就留他们哈在王面前侍立。然后第二章就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啊，他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那他的做了这个梦之后呢，哈，他就想要知道这个梦的意义是什么。他就招这些巴比伦的这些术士啊，用法术的、行邪术的，把他们招来哈，然后对他们说呢哈，我做了一个梦哈，但是你看这个第五节哈，他说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这个。他说：“梦我已经忘了。”原文不是说我已经忘了，你看这个小字哈，说或作我已定命啊，这个是比较正确的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The world is assured from me. The world is assured from me.” 就是说我已经啊命定啊，类似这样的意思啊。我已命定啊，你必须要将我做的梦和梦的讲解。一起告诉我，活着的话，你们会被凌迟啊！凌迟的意思啊，原文就是说砍断四肢的意思啊，砍断四肢哈的意思，而且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那这些人就对王第二次说，他说这个，请王将梦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讲解。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就再一次说第八节，他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哈，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哈。”这原文是 “The thing is assured from me”，意思就我已经命定哈。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哈。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哈也很聪明哈，他知道讲解你们可以都可以讲解，讲解一套是真是假谁知道哈，所以他要求把梦也告诉我，我就知道你们是真正这个讲解也是真的。其实这个第九节后面哈，这个中文翻作说“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应该翻作“好叫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对，尼布甲说：“你们要将梦告诉我，
好叫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所以他用这个来试验，到底你们这个讲解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些人就跟王说呢，世上没有人能将王问的事说出来因为以前没有君王大臣掌权像我们问过这样的事。他说王你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那这是事实啊，真的是只有神才能够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王就非常生气，要杀所有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些术士啊、哲士啊，所以命令发出来了，所以连但以理跟他们三个朋友都要被杀，所以但以理就这个跟护卫长说这个为什么王的命令这么紧急所以副会长就告诉他情景，所以但以理遂进去见王求王宽限，好让他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所以但以理回到他们居所就把这事告诉他的三个朋友嘛所以要他们一起来祈求神施怜悯，将这个奥秘是指示免得他们一起灭亡。然后就在这个夜间的异象中，神就把这个梦给但以理显明然后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二十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所以这是很有名的一段话特别这个我自己常在祷告的时候常常用的这边讲，他说神改变时候日期神废王立王，所以在历史中我们就看见神是改变时候日期的神。神废王立王，看，你看到像以前的这个东欧跟苏联的共产政权的垮台，就在很短的时间，神改变时候日期，神命定他们的时候满了，就一下子就很快的，整个东欧跟苏联的共产政权都垮了，然后神废王立王，看你去读历史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命定。像罗马很多逼迫教会的这些王，神要废掉他们就废掉，所以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然后当但以理就去见王，见王，然后就对王说呢，这个王就说：“你能把这我做的梦跟梦的讲解告诉我吗？”27节但以理就说：“在王面前，王所问的那些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关照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所以这边呢，但以理他就高举神，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王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吗？”但是但以理没有讲说“我能”，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啊。”然后他就把王做的这个梦告诉这个王然后他再强调30节他就强调。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意念。这边就看见但以理再一次他谦卑自己，他说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是因为神要使你知道梦的讲解跟心里的意念，所以他高举神，而且他也谦卑自己。然后但以理就把这个。王所做的梦告诉他这个梦我们大概都很熟悉这个梦就是很大的一个金像，然后
先是有这个头是金金的，然后胸膛跟这个膀臂是银的，然后肚腹跟腰是铜的，然后双腿是铁的，双脚是半铁半泥的。最后他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然后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为夏天禾场上的糠皮啊，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而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后面呢？他讲我的这个梦之后呢，丹羽就解释那个梦。他说：“这个金头就是王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因为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啊。”那等等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然后他说再来会兴起一个国不及于你然后再有第三国是铜的是掌管天下。然后第四国是那个双腿是铁的。他说这个国呢要坚壮如铁，而铁能打碎扣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的国。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金头是巴比伦王嘛那巴比伦王国，然后再来的就是马代波斯国所以是那个马代波斯国就是那个银胸跟这个两个膀臂所以它是有两个膀臂，一个马代，一个波斯。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铜的肚腹跟腰这是指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双腿是铁的，就是指的后来的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他们就是铁腕统治，所以讲到他们坚壮如铁，铁能打碎扣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帝国。我们历史上就看见罗马帝国就是铁腕的统治。然后后面四世纪他说他看见这个脚跟双脚跟脚趾头一半是窑匠一半是铁。这个，然后他说这个国也将来会分开。铁跟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各种的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能是指今天的美国跟欧洲国家，欧洲现在称为欧盟整体来看，在神眼中看像一个国家。美国跟美国一样是一个国家一样，然后欧洲也是很多的人，各国人组成的嘛，美国也是有各种的人，各国的人移民到美国组成的，然后他讲到这些人掺杂，但是不能彼此相合，跟美国、欧盟都是这个样子嘛，都没有办法彼此相合，那。这个半铁半泥这是半强半弱。我们看到今天欧盟这国家也是有的很强，像德国、法国、英国是比较强的那其他的国家比较弱的，所以是半强半弱。然后以美国来讲美国也是有一些州比较强，有一些州就比较弱，或是说有一些人种比较强有一些人种比较弱，所以。看起来是蛮吻合现在的情况就是指着欧盟、美国来讲的两只脚然后后面他就将必定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就讲到基督的千年的国度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设立他在地上的千年国
那这些国要打碎灭绝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这个梦哈，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就知道它是怎么样子的发展。当然，但以理虽然解释这个梦，但是他不知道这些国后来是指着哪一个国，他只知道尽头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帝国说的。但是我们现在回头从历史看，我们就很清楚这些是指的什么啊。好，那到46节哈，这尼布甲贾尼撒听完了这个但以理的解释，他就向但以理下拜，然后还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然后他就称颂神，他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啊，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的事。然后尼布甲尼撒就高抬但以理，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所以这个但以理他就有两个职分啊，一个他是这个管理巴比伦全省。第二个，他是总理一切巴比伦的一切哲事啊。然后丹尼就也求王，就使他3个朋友啊一起来管理巴比伦的事务。然后你注意哈，第49节后面他说，只是丹尼常在朝中侍立，所以他跟他的3个朋友是不一样，他是在朝中侍立，那3个朋友没有在朝中侍立，这就是为什么后面啊。当这个第三章尼布甲尼撒设金像的时候，但以理没有需要去拜那个金像，其他人都要拜啊，所以但以理不在这个其中。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他就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这个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我在想，为什么他要立这个金像？也许因为他做的那个梦啊，然后但以理跟他说，那个金头就是你哈，所以呢，他就想要立一个金像来代表他自己的这个荣耀。所以呢，很可能哈，这个金像是代表他。然后你看到第二集哈，他们就聚集了所有的这些。各个地区的这些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然后要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开光之礼原文的意思就是 dedication of the image 啊，就是这个偶像的这个像的奉献，要奉献这个像这样。然后这些官员啊，都站在这个还有。都站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前面，然后那时候就传令，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匍匐敬拜，必定是扔在烈火的窑中。”所以各方各国各族人一听见角声，他们就都匍匐敬拜王立的像啊。这个就是预表到什么？预表到这个启示录哈，这个13章14到15节哈，那边就讲到假先知哈替这个敌基督哈做了一个像，叫凡不拜这个兽像的都被杀害。所以这个就旧约上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预表哈，预表到后面的敌基督也是假先知就替这个敌基督造一个像，要大家都敬拜，不拜的都要被杀害。啊，那个时候当然我们清楚这个故事嘛，那个有人就控告但以理的3个朋友说他们不理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哈，也不侍奉。尼布甲尼撒王的神也不敬拜他立的像，所以王就把这3个人招过来，就问他们说：“你们
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像，是故意的吗？他说：“你们再听见这个乐器的声音，你若是服服敬拜我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定是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句话讲得很好，有何神啊？他马上他就要看见有一位神是能够救他们脱离他的手。那他的三个朋友呢？丹尼的三个朋友就对王说。你看第18节，他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你看他一开头没有说王啊，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直呼他的名字啊，这个就显示呢，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高举神，把尼布甲尼撒是当做一个人。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然后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他们也写明他们必死的决心也他们就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不拜他立的金像，另外一方面他们不侍奉尼布甲尼撒的神巴比伦有很多的神那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怒气填胸嘛就吩咐人把这个窑比寻常更加热的加热到7倍然后吩咐人把他抓起来，把他们抓起来扔在火窑中因为亡命紧急这个抬他们三个人的人都被烧死然后他们就穿着这些衣服被扔在这个烈火窑中，然后王就突然看见很惊奇，他看见不是三个人，他看见有4个人，而且没有被捆绑，而且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他说那个第四个的相貌好像这个神子。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就呼叫他们出来，所以这些官员都一起聚集来看他们。看27节，他说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唯一改变的是什么？唯一改变是捆绑他们的绳子被烧掉。其他都没有烧掉没有任何火燎的气味，所以我们看见就在烈火中的试炼中呢，神与我们同行，保护我们你看那以赛亚书43章第2节也讲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看神的应许就在这边应验。你从火中行过，也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所以在烈火的试验中，我们看见这个人子神主耶稣基督呢，就与我们同行。保护我们，使火，我们从火中行过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我们身上。那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就让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惊讶他就说呢，28节后面他说，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所以他降旨，他说：“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赛亚伯尼哥之神，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所以你看，他前面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边他就承认。
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对神的名大得荣耀。这个耶和华的名啊，在这个巴比伦就被高举，所以神荣耀他名，而且3、4节说呢，王就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好，那第4章哈。前面就尼布甲尼撒王哈，又昭告哈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哈，他说第二节，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哈向我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那这边他做一个序言啊，就后面他就要讲到他经历什么事情。那第4节他就讲哈，他又做了一个梦啊，那使他惧怕，那这些床上的思念跟脑中异象使他惊慌，他就又招了一切巴比伦的哲士，叫他们来把梦的讲解告诉他。这次他又把那个梦告诉他们，但他们却不能讲解梦啊，所以呢，他就又招这个但以理来哈。他说：“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那这个一些哲士都没有办法讲解这个梦啊。那我知道你有圣神的灵啊，请你把这个讲解告诉我。然后他再把这个梦啊，脑中的意象就告诉但以理。他说他看见有一棵树嘛，哈，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啊，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然后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都从这树得食。然后他看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木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扎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就是他所做的梦哈。那但一听见王述说这个梦，他就非常的惊讶哈，心意惊慌这样。那王就跟他说：“你不要惊慌哈，这个把梦的讲解告诉我。”然后但一就说呢。他说：“但愿这个梦归于恨恶王的人啊，讲解归于王的敌人啊。”他就跟他解释这个梦的意思。他就说：“这个坚固的树啊，健长又坚固的树啊，就是王，就是你那因为你的威势健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然后他说，你看到这个守望的天使哈。”说把这个树砍伐哈，然后要，但是却使树木留在地内哈，让它经过这个七期哈。他说这个临到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啊，吃草如牛哈。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七期原文的意思是 seven times 啊，seven times，所以不是很明确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啊？这个期到底是多久？是7个礼拜呢，还是7个月呢？啊，还是7季啊？这个都不晓得啊，总是一段。可能一段蛮长的时间，
然后他说，等你知道哈，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是神要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一个管教，一个教训，最重要意思，要让他知道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然后26节他说，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再归给你啊。所以丹尼就劝王说，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啊。然后丹尼说的这些话之后，我们就没有看见到这个在这里啊，尼布甲尼撒王对神有信服跟敬拜要等到什么？等到时候预言应验之后，他才信服跟敬拜神这是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一个序言他有讲到后来，他就敬拜神。然后28节，过了12个月之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就在王宫这个在王宫上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大巴比伦城，他就在那边夸耀，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在那边，他已经忘记这个梦了哈。过了12个月哈，神就让他过了10个月，真的忘掉这个梦之后，开始应验这个梦这样。然后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正在夸耀的时候，这个声音还没有话还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就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啊！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当时这个话就应验了，然后他可能是类似发疯的这样子，这是神志不正常这样，然后他就被赶出离开世人。他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然后经过7期之后，后来3、4节说日期满足了，他举目望天，他的聪明就复归于他，他就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说世上的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所以呢，这个聪明复归于尼布甲尼撒王之后，后来这些的大臣都再来见他他又重新立在这个国位上然后37节，他说，他做个结论，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这是尼布甲尼撒王一个很大的觉悟你想想看，他经过这么重的一个厉害的管教之后，他的醒悟。”是很深刻的。看诗篇2篇第10节也说他说：“现在你们君王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所以你们君王当醒悟你们世上审判官当受管教。看你不讲一下，经过这样的。”厉害的管教，他的醒悟他就敬畏天上的神他也承认了，那行动骄傲的神能够降为卑。我们看今天这个普丁啊、习近平这些人还有川普、拜登这些人，都是行动骄傲的，
我相信有一天主都能够使他们降为卑啊。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快要回台湾的时候啊，那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真的是突飞猛进啊，前途一片看好。但是我在祷告中却得到神的启示，神让我看见了，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会面对很大的经济灾难。我还曾经跟我们一个正道的校友讲这件事，他都完全不相信我说的。啊，但是我灵里面已经预见会有很大经济灾难临到中国。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习近平越来越骄傲，还逼迫教会的时候，我又在祷告中得到神的一句话，就是“骄傲在败坏一切”。你看到现在2018年到现在才不过经过的不到5年啊，这些事情都应验了。中国到今天的经济灾难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的严重所以真的是行动骄傲啊，神能够把你降为卑啊。骄傲在败坏一切，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见解。好，我想我今天就先把但以理书讲到第4章，下一次我们再把它从第5章讲完，讲到12章。好，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然后等一下把时间交给吕聂姊妹。我们来唱这首《感谢神》。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感谢神，我曾经奉告。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里的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好，我们再来唱一次。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
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你的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啊，你那姊妹准备进来，进不来啊，进不来，进不不来。要审，人类进不来。哦，进不来，为什么？那是 Wilson，好，请那 Wilson 让。请大家稍等一下，那你再把诗歌唱一次，我来打给微信。你再把诗歌唱一下。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与美，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赐我爱你，感谢神祷告蒙应，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你的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与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爱你，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里的谢神赐无限恩典。谢谢。
论跟威尔森讲。威尔森有听到吗？威尔森。没有报警。
请问现在祷告会当中在继续吗？我没有听到大家的声音。Hello？哎，我没有听到任何声有听音。到你声音呢？有听哦，到？啊，有有听是到？不是？哦，是，好，你进好，来了，好好。对对对，可以了，可以了，是。怎么进来的？就 Wilson 有按准入，嘿，哦，他按的是，哦，嘿对，嘿嘿，他有按准入了，好，谢谢，好，感谢不好意主。思，因为没有留意到他有没有设我们为主持人，哦那今天忘了设，哦哦，哦哦，这样子，好，没有问题，好的，然后就来分享画面，好，等一下。分享画面，好，文件在这边。好的，这个谢谢大家的耐心哦。那等待了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大家报告的事情啊，还是内容蛮丰富的啊，主要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团队的进展当中。那感谢主有非常多的实质的进展，好，很快速的来带过一下，就是这个礼拜呢，大概林牧师最高兴的就是他那个就是去年底已经报的那个班级哦，就是在美国加州那边的，就是那个是线上上课。那所以呢，就是已经拿到了这个完成的结业的证书了，好，结业证书。那因为他是读博士后，博士后这是 postdoc，postdoc 就是这个三个学校呢，就是Stanford、Berkeley，然后还有 UC 的那个叫什么 Montreal Bay 是不是？Montreal Bay，好，这 Monterey Bay 好。好，那所以就是说，就有了这个学历之后呢，他也非常的感恩哈。那所以那这就大家自己看了哈。我的时间大概不到这个15分钟哈。那大家就这个，这是大家就自己看哦。所以就是说，那个 Rene，没有关系，你就把它做到差不多，Debbie 上来再停，没有关系。应该他可以会上到，来吗？他应会该上可来以吗？到超五十分钟没有关系，50或55都没有关系。他有说会上来吗？因为 Debbie 会接差不多10点以前上来这样，所以我们在对十啊。点以前都可以。对，我对。想他好像是接着下一现在才段九有点没有半吧，进来？你可以再做个差不多25分钟，没有关系。这样好啊，谢谢。好，我想他下一段有教导所以我们也是时间精简一下。所以因为他是在他的家乡就是说那个马兹网这边马兹网这边就有这个公开的这个内容所以没有问题我想因为这个都在网络上都是公开的所以就是帮大家揭露一下啦，嘿，就是。所有这些他已经有这个都是我截取过来的就是截取过来的所以他就说终于这个已经毕业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学历代表的意思是就是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呢他因为取得这个博士后的学历这个是跟吕代豪牧师因为吕牧师现在人到加州去有一些推广这样子也有一些的这个可能教会的邀约所以到各教会去可能站讲台等等所以就主要说有这一些的我们有这个高等教育这一些的师资都是可以合作的那所以在这一块领域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博士，就是博士后的研究的这个资格，那所以他其实是很开心啦因为这个就表示说整个的博士的这个学术认证之外呢，然后就是有三大名校的这个博士后。
完成的这个证书，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哈。因为其实在就是说团队的了解是说，在那当中也非常多的实质上这个商业上面的造就哈。那因为这些课程都是很实际就是实战的哈，商业实战的哈。那所以这些的系列课程那整个让他就是更深的就在这个整个实物的营运操作上面有很多实物上非常精准的更多从这个三大名校的资源里面拿到的这一些就是这些老师们这很好的一些这个课程然后呢还有非常扎实的训练那我想这一些的训练呢，特别是对整个团队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礼拜的这个经文我又加了一节各加了一节。好，那就是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因为就是从Dr. Lin 他的这个博士呢，就拿到这个博士后的资格之后那因为他也有写了一大段这个上面也很多但是我想今天的报告就为大家揭露一下，就是他这个博士后的证书其实也在就是整个我们的运营上面呢是有很实质的帮助的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会走向这个团队就是制定整个 KOG CTV 就是说策略上面。就会有一个核心的主轴我们从电视台跟就是KOG EDU 就是我们这 EDU 已经是大概是前年吧前年就有很多个不同的产业领域，那其中一个其实是教育产业，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切近教育产业呢，就是说高等教育这个要形成这个顾问服务这样的一个。我们整个的服务的主轴，那所以就会，再结合就是前2个礼拜前跟大家报告的一些 AI 课程，那所以他有提到就是我们更加的去精准定位目标客群，就不只是学 AI 了那 AI 呢有 AI，这个可能50岁以上的年龄层或者是企业高管或者是企业主等等。那我们现在呢？因为随着他已经取得这个证书，这个结业的证书我想这个对团队的发展非常的有助力。所以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媒体的，就是主现在是以电视台为主了那电视台最主要我们需要在营运上面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主轴。那就是说，目前来说，那像跟各位报告一下，像我的部分呢，我们是就这礼拜他也有说，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电子日报再把它恢复过来，因为那个媒体的授权是我们都是有签约拿到合法授权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增加一个媒体的就是日报跟电视台增加一个日报的属性更能够加强去行销跟推广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行销推广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 Daily News 会恢复。那我现在到这个上来跟大家报告之前这个简体的做完了那繁体的正要开始做就等一下会后继续做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media kit 完成media kit 就是整个在这个媒体简介上面我想其实它是有提到一些媒体的部分的媒体的部分，那所以就是说就是去年因为他已经就林姆斯他已经回到在。到这个内华达那样去，那这个是因为这个网站的关系啊，所以后面被卡掉了，但是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就啊，我们就这要怎么回去？好，
门秀呢，就是大概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在美国，我们的这个电视台的运作上面，这个 media kit 哈，大概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日报会出去的广告哈，所以也是公开内容哈。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概念的介绍哈。那再就是说就我们其实是多元频道哦，就是。在中文、英文、西班牙文，就是这个客群当中，我看一下这边，应该也是有了，因为这个资料蛮多，但是好，那就不要再另外找了，因为这个你这个网络上这个我们团队里面资料是整理过的，那我就给大家看这个最精简的，就最重点的、最精华就可以了，那我们是唯一一家涵盖多元民族跟亚裔的节目，唯一哈，所以也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推广的当中，就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切入文化好，那当然在这个整个当地的这个电视台频道总共48台的生态里面只有我们是唯一一台。就是特别又是亚裔所以就是非常感恩好，那就是那个如果是亚洲，然后还有华人的话，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台哦，就唯一一台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主要在拉斯维加斯呢，它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拉斯维加斯它比较众所皆知的就是 CES 就这个全球的消费性电子展，这个就是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过，就非常多的产业跟政府机关或者是非常多的机构单位都会专程去参加，那所以电视台在那个地方呢，的确是会有它影响力的，那接下来呢，这个部分呢是跟大家简介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频道业者就实际上的这个 data 就是我们拿到这个数据，就是说我们签的这个频道呢，它在当地呢是有这样的接近300万的人口数就是内华达州啦，接近300万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英语的话，还是占大多数6×6讲英语人口那呢，就 Spanish 这个西班牙文是占23。好，那其实那个华人其实只有不到1.4%所以我们要来这个看到这个媒体的受众分析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出什么样的内容我的意思是，可能我们要越来越往这个英语或者是出这个也要出兼着出西班牙的内容那这个都是这个现在借由 ChatGPT 的帮助没有问题这个内容生成也可以很快那接下来呢，这是帮这个林牧师做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诉求就是他成为顾问嘛所以那个顾问的本身就是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行销的诉求人设就是一个顾问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还有在就是这个高等教育这一块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自己在当地或者是说。在亚洲华人界或是北美的华人界、华人圈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定位还有这个商业策略上面来说，电视台加上高等教育的推动，那这就是一个目前来说只是这个礼拜的主轴定位出来的。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对我昨天这边呢完成的这个内容授权的合约就是这个月的8月的更新版主要就是说，因为陆续呢就有内容提供者比如说有姐妹她是做音乐的敬拜音乐，
好，那因为先前我们前面一两年呢，也有开始接触这些的内容提供者哈，不管是音乐创作者啊，或者是其他哈，那他们都想啊，都感谢主都很有奉献的心智。那我们也陆续的哈，还有其他先前跟大家也说明报告，就是直接把他们整个这个节目内容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就是教导的这个内容授权给我们，而且是以奉献的形式进来，所以是蛮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很明确的这个内容授权合约。好，那这个大概前前后后呢，花一点时间，最主要是需要确定就是美国的，就是我们跟频道业者。签了频道下来之后呢，美国的国家通信法里面法规，我们是属于我们是属于数位电视哈，所以呢，数位电视这一块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法源哈，然后我也顺便把这个 AI 的部分因为这个生成式的 AI 很多都是。这样内容来生成哈，所以也一并都写进去。好，那所以已经交给这个法律顾问团队审阅了。好，那其他部分跟前几个礼拜是一样的。好，那这礼拜呢，因为那这声音项目就是写在这个医疗的下面哈，所以就是声音项目哈，持续跟美方来保持联系。好，那这个是有这个的进度。好，那再来就是说哈。所以刚刚那个马兹网的那个文章，好，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总合性的这个摘要哈，就是这是林牧师他写的哈，就是说我们在高等教他在马兹网那一篇哈，就是高等教育的晋升，好，所以我们在电视台跟高等教育，就是说团队呢。是已经要进入到这个方向里面，好，所以就是我们要进到这个教育产业，好，那好好的来耕耘在这一块，哈，所以呢，这大概是他这2天了，哈，所以他也人在加州当中，好，那就会我就可能会有一些的探讨，哈，整合全球美国、欧洲高等学校，好，那因为吕牧师也非常的厉害，有好几个博士哈，所以就是说可能Dr. David 那他也是好几个博士哈，所以就是可能两位是牧师呢就会有一些的探讨，就是大学学历啦，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那整个这些的教育高等教育课程哈，还有顾问式的服务。一些的设计哈，所以就是说高校高学历一系列哈，顾问式行销专配置哈，都会陆续出来哈。那就请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这方面哈，就多祷告，多感谢谢哈。那所以我想这个我大概是这个时间也不多哈，但是我想就把它带完好了。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高等教育哈。这个整个的配套呢，我想就可以帮助很多人啦哈，因为是主要是美国的还有这些欧洲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其实现在在就业市场也是很重要。好，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世界级别的这个名校其实门槛相对来说是高的。好，那价格也不菲啦，其实哈，那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一块呢，我们都会有这个顾问式的服务，尽量让学生用这样一个整合式的，或是配套的，或是专案的，那我想这个就是我想吕牧师也很熟悉哈，或者是他在上这个博士后的这些的师资老师们都。给了很多师资很好的建议。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目前
这个学历学位是我们可以帮助有兴趣要学习的或者是就是学生或者是在深造的这个可能是企业主或者是有兴趣要拿欧美学位的这个人那所以呢就是可以呢从这个这个申请上面就开始。就走这个顾问式的服务都因为都会有相关的协助啦，就据我的了解，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是其实，在走我们的 program 呢，就是确保学生透过网络的学习，那大部分的内容呢，都可以有很好的预备之外，那所以呢，就是整个在学历学位上面透过这个顾问式的服务，那再加上可能学习到后段的时候后段就会到这个可能他们的美国或者是欧洲下本部再完成一些的授课可能有一些的学分必须要在校园里面完成那这个其实就。这个教育体制来说台湾有一些大学，就我所知道的也是，有一些就学校大学直接开2+2的就直接就是台湾这边的大学跟美国好像或者是澳洲之类的学校有这样子的2年然后有不同的科系或者是这个跨领域的学习这个都很强都很强，那这个都设计得很好。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毕业证书或是结业这个都是是可行的这就是看课程怎么设计。所以也就是我们在这当中呢，我们就会提供出高学历的养成线上教育的公课程，就会有很实质的一对一那所以我们广告打出去呢。就是这个叫就是Dr. Lin 就是李牧师本人就是高等教育的顾问，那所以取得了 UC Berkeley Stanford 然后还有这个 Montreal 贝这个非常这个美国顶尖三大名校的这个顾问的师资顾问非常这个强的博士后的师资相信能够为大家做更好的服务。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顾问的服务呢，这个一对一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地区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就会针对很多实际的现况经济能力等等然后帮助每个人就是设定快速晋升的战略式的路线图因为。我想再去欧美那个留学其实都相对来说是很贵的那个美国加州，这个我最近有这几个月就得知说，那有人到 Berkeley 就拿一个学位呢，其实好像说一年要1000万这样子，这个也不夸张啦，就是整个生活或者是开销然后还有学费等等。那所以就是说，如何帮助个人可以快速的战略式的这个取得，或者是直升要怎么规划那这个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然后帮助呢所有有意愿的意愿要取得这个学历的在这段时间可以完成这一生当中可能。就有最好的可能性了因为我想学历在就业市场或者是在整个国际视野以及在每个人的这个人生梦想上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就现在已经50分的我所以就大概跟各位来报告到这边那所以今这个礼拜非常开心的就是这个李牧师他已经拿到他的这个博士后。博士后，那非常的感恩那因为团队除了在日常这些说的商业或者是我们的侍奉上面的所有的预备，那还有要
在许多的综合的考量，然后还有在雷姆斯个人他在这个紧凑的这个除了照顾你妈妈之外，然后还兼职上课，然后上课呢，像博士后也拿到了，好，非常非常的感恩，好，感谢主。那这就是这礼拜呢团队目前的现况，那就求主使用，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这是非常的宝贵，好，那因为也很难得。这个也不多人啊，有这样的管道啊。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管道呢，可以很大量的去，就是说很把它做成一个配套式的服务哈，也帮助很多人进到这个用比较快速的啊，或者是一个整合式的一个服务啊，然后就一路可以直升的话啊，我想这个很多人也很需要。好，那就感谢主，那就谢谢大家。可以啊，多位啊，电视台啊，那这就是这个礼拜的报告的内容。那现在52分呢，我们是不是就报告到这边？好，谢谢。好，等一下，现在没有声音，对不起，其他人没有声音了。对，Hello。你那招募在跟 Wilson 讲电话，哦，这样吗？好，那我是不是就到这边呢？哎，你要祷告一下吗？哦，这样子吗？好，那我就简短祷告一下。好的，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啊，这个礼拜有这么美好的恩典啊，神的信使是这样大大与林牧师与团队同在，感谢主也看顾在林妈妈。他的身体的健康都逐渐在恢复当中，并且保守林牧师这礼拜特别也在加州跟吕牧师的各样的教会的行程，求主使用，并且在这个教育的这个顾问式的服务上面求主也帮助团队在整个电视台的运作操作上面。主是的，我们赞美你帮助电视台这样兴起发光在不管是在这个内华达州，以及透过 YouTube 以及 Facebook 在全球的传播上面，主你帮助团队来走在神你所喜悦我们蒙召命定的道路上面，也帮助在KOGCTV 整个。与众教会联合，更多的来传扬真理以及传扬福音，这样的福音工作上面，求主真的是神你就用的灵来膏整个团队，让我们也跟众教会一起在传福音好信息上面，主我们来经历那圣灵大能的浇灌，并且主我们。在传扬传播真理的时候，主相信你的能力大大的主啊来医治这地土，以及在列国当中，神来兴起更多不同的国度工作，大家在 Ecclesia 的侍奉上面可以来合作来对接，谢谢主，感谢主为这所有的产业项目来献上感恩，谢谢你持续不断的动工。也在整个我们的这些的区块链的医疗的生医的还有这个媒体内容以及教育上面都有跨领域美好的恩赐配搭的侍奉，感谢主，谢谢主，也求主来祝福团队的这个更多资源的整合，以及接下来在8月份到9月份下个月。的整个G12的大会内容上面无论是这个课程讲解的这个预备或者是有更多产业执行的合作方式，都求主来显明，求主带领，感谢耶稣，赞美主，将一切交托，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门。好的，好，那谢个我刚刚跟谢。那个林牧师联络，原来哦，他今天早上没有教课，他要下午才有教课，对对，他好像对，在，对，他在忙着所跑以不同今，地方吧，我想，对，对，你刚提到那个
那个鸡舍会议是在9月几号？他是还没有宣布，还没对，宣布是吧？我就先带到了，因为就大概1个月后吧，哎，通常是用礼拜三吗？上次是用礼拜三。对，上次是23的那个时间，对，那月可能，中啊，那假如对，这样，9月中应该会在9月13号左右。哦，是哎，哦，九月十三号是礼拜三吗？礼拜三，哦，是，对，13礼拜三，对，是，嗯哼，哎，你上次提到眼睛要去检查，后来结果怎么样？对，我就去了这个还蛮知名的眼科权威啦，然后看了之后就都其实眼睛都很好，眼科医师说都很好，只是眼睛比较干，感谢主，哦，比较干，就哦，对，只是比较干，所以就拿眼药这样子就来点就好了，对，就一你原边来有在，干眼症吗？没有，原来没有干眼症，没有。哦，我倒是有干眼症，哦，这样子吗？那嘿，有没有在点我是吃那个什么枸杞。啊？哦，要枸啦。杞加菊花茶，听说有一点改善作用。对对我对。平常白天是不会的，就是早上有时候起床的时候，眼睛都会有一点睁不开，很干这样。但是白天就还好，所以就早上起来就眼睛闭一个5分钟、10分钟以后再张开就比较好一点。所以你只是现在就是擦眼药水就可以是吧？那对，我想，还对，会不台舒服吗？湾是，我觉得是有改善嘞，因为我想台湾这个看病很方便就是拿一个需要的这个眼药水就建议您也可以去拿个眼药水，这样觉得蛮好的，有就是眼睛呀，会改善，嘿。其实我姊妹有那个眼药水，有时候我真的不舒服，我就拿她眼药水来点一下两个一起点哈。这样。我有姊妹祷告，她最近就是有去，因为她前不久。耳鸣嘛，哈，耳鸣以后就去检查。我们这边有一家普英医院，也是一种教学医院这样，所以设备还不错。那去检查以后就抽血，发现他胆固醇非常高，高到270几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建议他去心脏科去检查看看，因为我自己2013年的时候也是因为胆固醇高。就去心脏科检查，后来发现做的那个心电图，做了跑步心电图以后，他就判断疑似那个冠状动脉阻塞，所以就要我做心导管手术。那做心导管手术的时候，就可能要做支架这样子。那但是很感谢神，就是要做心导管手术前一天的晚上，我迫切祷告。迫切祷告之后，第二天做心导管手术，他打那个显影剂嘛，居然发现我的血管只有2根达到30%左右的阻塞，所以不需要做支架，这样，跟他们原来的判断差很多。原来判断是可能需要做支架，但后来发现不需要做支架，所以我这次我姊妹去检查也是发现。胆固醇太高，然后他这两天就做心电图，这几天就做的心电图，还有跑步心电图。那心电然图，后又去心，心脏方又去做了心脏的超音波，要等差不多2个礼拜之后可以知道结果这样。所以就发现他的心电图有一点异常这样，所以就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状况。所以请弟兄姊妹纪念为我姊妹祷告。呀，我姊妹叫林慧文，哎，弟兄姊妹，请在祷告中也纪念。呀，那好，那我最后就我来为你们两位祷告了哈。所以说我们求你施恩，继续的医治Rene 姊妹的这眼睛前一阵子看太多这些电脑是吧，可能有伤到眼睛是吧，或是。让眼睛比较容易干，是吧？我们就求你透过这些药水，也能够来改善
他的眼睛，让他的这个眼睛这些干燥的情况能够快速的改善，是吧？求你让我们能够经常的眼睛觉得有点不舒服就能够休息一下，让眼睛啊不至于过度的使用、过度的疲劳啊，累积很久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是吧？求你施恩，给家庭给女姊妹身心灵各样的力量。让他能够来做你手中的工，让我们所需要的恩赐能力，让我们相信，在我们做你工的时候，你都必加给我们。感谢你，也把孩子的姊妹林慧文姊妹，她在最近这些胆固醇过高，做这个心脏的这些检查，对吧？在2个礼拜之后会知道这些结果。求主来保守一切，求主来介入，施行你医治的恩典。啊，使他的心脏的一些的问题啊，就像孩子当年做心导管手术之前迫切祷告，对吧？你就介入医治，使孩子免去做这些支架的这些的麻烦，这些的要花费大量的经费，对吧？感谢赞美你，你是医治我们的神，对吧？我们就把自己生命交在你手中，把姊妹的这些。身体交在你手中，求你来施行医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嗯，门，谢谢。好，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好好的，的，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好了。是。好，我们在天上好的的，在天愿上人是都尊你的愿人名都为奉圣，我们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国降愿临，你的旨愿意你的行旨在意地行上，在如同地行上，在如天同上。行在我天们上，日用的饮食，愿今我日们赐给我们，免赐我给们我的们，债，如同我们免免我们，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一因切为事国物，度、权柄、荣耀，全你是的你的，国度直直到到永永远。远，阿门。Amen，直到永远，Amen。阿门。好，下次见。谢谢 OK，大拜拜。家，好的，晚安，好。